其實講到無論到我，因為林常自己會講，佢係我嘅前輩。當你聽到林神父安息的時候呢，這班年輕人就是WhatsApp啊，在電話收工，他們不約而同用這段聖經互相安慰。林神父這場苦仗未見大人，这场赛跑你跑完，信仰你保持，正义的冠冕我们的救主耶稣等着你，在我的心就不期然有今天的福音。凡劳苦负重担的请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得到安息。林神父经历人生的劳苦，特别最后几年，你家安息住坏了。当我准备讲到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应该说，那晚其实呢，因為我就告訴我們知星期六來的那天，哇，劉神父入了院，那我們大家都想著去探他。星期日夜晚我們和原生女他在醫院，大家都知道談開的時候，我們約在一起，執事就說約在我們就立即去了。當原生女未必去到，他還要在醫院裡十二月的，怎知道星期一七点几，神父主教就说林神父危急。于是阿欣就打电话联络所有的年轻人，想着立即去医院探他。于是打电话去安老院，怎知收到就说大家都不用來了，因為劉神父已經安息住了。然後告訴他們，湯書記來了，張樂天神父來了，尹眼白神父來了，嚴德林神父駕駛車，還有他的契仔都來了。所以都沒法子，所以呢班年青人啊，就喺度分享啦。劉神父講過啲乜嘢啊？講過啲乜嘢啊？佢哋喺度傾，喺度講，喺度緬懷劉神父點樣光榮天主。我聽完之後，只一句説話：天主喺劉神父身上行了大事，天主嘅名係神聖。天主的救恩，祂的慈悲，世世代代於無窮世之神。用則是認識了劉神父44年，當然劉神父還有一點名。這班年輕人認識劉神父的時間都不長不短，其實很短，最多是13年，差不多。不單止有他們，還有一些今晚的控制裡面有些人回來苦力神，是回來爭取這個機會苦力神。
流神在1972年，当他来到个第二星座，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。因为当时我是文献会的会长，我曾经多次连任，所以到了1980年，我要迁居到九龙居住，于是我向刘神父辞职。他对我说：刘先生，不要走啦，继续在这里做会长啦。我说不得，我要跨区的，我远距做他。但想不到在20年之后，我再一次在圣保罗活动，还再一次跟他再度合作。因为他在2001年来到圣保罗活动，当时我是在圣保罗教堂实习，刘神父都是我申请成为终身执事候选人的推荐者。到了2002年，当我被祝圣成为终身执事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恭喜我，跟着他说：以后明公圣体你就负责圣体教会了。哦，在血感恩祭的时候，我帮他上来，他说：执事你讲到啦。哦，我讲到。所以第一句事的口头禅就话：你讲道理，我唔讲道。当他入咗精神安老院的时候呢，我经常都去探望他的。到今年啱啱5号，是不是我的啲青年话俾我听，刘柳入咗医院啦？我哋一班人咧，全都系称刘神父系刘柳嘅。佢话刘柳肺积水，医生话抽完水之后咧，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啦。其实我都好担心，于是咧约埋刘神父，约埋佢哋谂住话，过咗星期一咧就去探佢噶。点知时间嚟得咁急促，就连最后一面都可以见到佢，成为我的合事。盼望他日可以在天国再度重逢啦。当日系陪伴刘神父嘅时候，隔离床嘅一个叔叔，佢同我哋讲：你哋真系好爱锡佢啊！我哋即时咁样回应，其实系佢先爱锡咗我哋，佢系一位神父。刘神父，我记得你在这里服务的时候，每逢中学放榜或者小学派位那几天，你都是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你等啲家长带啲学生来向你找学校，你会为他们写信，又会逐一打电话给校长，有时更加会亲自开车送啲学生去学校，去挨啲校长给学位，这间学校没位就车他们去。刘神父，多谢你关心我冇书读，多谢你为我去哀校长有书读。你成日会同我哋分享荃湾葵青区办学校会发展事，例如荃湾圣心堂、德星学校同政府换地嘅经过。你说你所办的学校全部都以大圣约室为主保，所改的学校名全部都是按地区而改，例如荃湾天主教小学、石梨天主教小学、丽景天主教中学。你说要令到人一听到学校名就知道学校的位置在哪里。刘神父，你经常都说好学要收坏学生，所以你会要求你学校的校长留一个至两个位给读唔成全学生。你好自豪地说曾经收了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，
在他畢業的時候他成為一個景象，所以你鼓勵我們成績不好不要緊，最重要是品德好。我好彩在聖母分眾會辦的聖方濟中學讀書，記得神父你逢星期你好自豪，多間中小學的離散入面都會唱你作的歌。你說你所寫的旋律都是為了讓小朋友一邊跳舞一邊讚美天主。你有時候會在堂區扮小朋友跳舞，我們也都會偷偷好像你企落，好像企鵝那樣行路的姿勢。潘堂玉，你剛才說林神父說好學校要收啲咩啊？壞學生。我今朝見到阿咪，各位你見到阿咪嗎？劉神父成日喺度講啊，佢話佢讀書唔叻，但係佢係個好人。阿咪而家一定會成功參加考試，你哋都識佢，佢係有張學友。御用的音響師，他幫主教做堂，幫我們教翻啲咪。阿咪今朝行，佢嚟唔到，佢嚟唔到。所以你講嘅咧，阿咪作證，好學校應該收啲咩啊？壞學生。劉神父，在你的幼稚園、小學和堂區，大家都很喜歡你獨特的祝福，就是你搣小朋友塊面。很多小朋友被你搣完塊面之後，一隻手按住說塊面很痛，但是跑完一個圈回來又再被你搣。個個小朋友都叫你做搣人神父，我們個個年輕人都叫你做流流，你就會叫我們做小弟弟、小妹妹、小丫頭。你做副本堂的時候，每逢星期六晚在主日提前離撒之前，我們都會一起在神父飯廳吃飯。你非常準時地在飯廳等我們，從來都不會遲到。吃完飯之後，你會陪我們聊一陣偈，然後起身自己拍好張凳畫十字，再親自將你用過的餐具逐一收回入廚房。每個主一的早餐，你會在堂區的茶水間等我們買魚柳包酒醬。魚柳包酒醬。在午餐你會買粟米斑腩意粉。平日你最喜歡吃餃子、上海麵、蘿蔔糕。最記得的是每逢聖誕，當有校長送半島的火雞給你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在子夜離撒留下跟所有的父祭分享。後來有一年父祭人數比較多，很快就吃完火雞，不知為何下一年就開始變成有兩隻火雞。劉神父，我記得你每一次走入小聖堂的途中，當你經過聖母像之前，你呢就會停下來鞠躬，然後在你的衫袋那裡變出兩三朵白蘭花，就會放在聖母像的前面，由星期一排到星期日，所以聖母的腳前面總會有半個花環。有時你在學校回來拎著學校送給你的花束，你就會將花分開幾小節，逐日放少少在聖母像前面。劉柳，你是堂區的掌事人，你很樂意每一日幫教友開門，你最開心能夠主持所有的平日離撒。你每日離撒前都提醒我們當日敬禮的意向，星期一為亡者練靈，星期二感謝護守天神，星期三恭敬大聖約瑟，星期四恭敬耶穌聖體，星期五特敬耶穌聖心，星期六恭敬聖母。妖魂在這裡呢，我要特別多謝吳書聖神父，因為當吳神父升神父的時候，我跟吳神父說，因為劉神父很喜歡主持平日離撒，
我請吳神父割愛，讓劉神父每日都住禮。所以書聖神父，多謝你，因為你真係幫咗劉神父喺嗰個階段啦，好安心咁，好樂意咁生活出佢覺得好珍貴嘅嗰一份，所以多謝你。每台主人離煞之前，你都會喺告大廳等候，尤其喺大瞻禮嘅前夕，你聽告解特別心急。我哋門都未閂好，人都未跪低，你就已經開始畫十字因父及子及聖神。但最多人揾你辦告解，係因為你嘅訓導最簡潔，你嘅補贖一定係聖母經。喺大節日，你會喺離煞結束之前唱拉丁歌或者法文歌。可惜我哋已經唔記得點樣唱，不過我哋記得你嘅講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哋開學啦！就算係十二月，又或者三月，你都話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哋開學啦。劉劉，你訓練我哋，各位同學，你哋要好好咁讀書。各位家長，你哋有冇考慮過讓你哋嘅仔女入修院，將來做神父、修士、修女呢？然後你就會同大家想當年，分享你自從做修士以嚟嘅座右銘。Humility, simplicity, and modesty。 你成日話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，壞事變成好事，好事變成壞事。所以我哋要時時依靠天主，要有生活嘅常德，亦都要請聖母為我哋祈禱。後來當我哋去安老院探你嘅時候，我哋一定會一齊唱你所作嘅歌。你最喜歡我們唱喜樂頌。當你聽到我說自己是聖方濟的學生的時候，你都會睜大隻眼睛望著我。當我們一起念聖母經的時候，你都會嘴動的。我們最後一次去探你，當時你在醫院，我問劉劉，你是不是知道明天安老院嘉年華？你怕吵啊？你來避靜。你望住我眨眼。當醫護人員幫忙推張床上去病房的時候，我跟你講：劉劉，你帶我們一起去朝聖啊，開車啦！你又再次望住我眨眼。就在安老院嘉年華之後那一日，劉神父，你走完人生朝聖的終點站啦，你可以休息啦。劉神父，請你天主持為你所愛的聖眾會，為學校、為堂區、為小朋友祈禱。劉神父，我哋幾十年之後喺天堂再見。幾個十年之後。劉神父、劉劉，我哋多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呢啲係佢哋真心嘅話。放煙。多謝你找回這本書。劉神父留下有三本書，這一本是陳仲所示三十三年，這一本是我要歌唱上主的仁慈，方以你幫他人。因為有了這兩本書，所以年輕人呢，在劉神父35周年就印了一本特刊，是因為不想劉神父再派這本書仔，派都派不大了。各位，當我做修生的時候就認識劉神父，因為他在無樹做實習，夜晚同關眾班結堂神父就會在各大儀式房過夜。其實很害怕的，一個房周圍都是曱甴嚟嘅。
不過好願意去咧，係因為有餃子食噶。同埋劉神父每一次都叫我食多啲，所以我愛上咗餃子。劉神父寫咗呢本書，我一睇嘅時候咧，為我有啟示。當佢印咗呢個歌書，我一唱咧，我就明咩叫做生活嘅順德。當我再睇呢個進度35周年啦，我感謝劉神父，佢用佢嘅生命，順德嘅生命，豐富咗我哋大家嘅生命。好多嘢都係誤會嘅啫。神父成日都話個世界係咁噶啦，聽過未？你哋聽過嘅幾首？世界是這樣的，壞事變好事，好事變壞事，有生活的順德。這本書是這樣，我曾經想過可不可以拿出來，可以。因為神父寫的東西有些我不知道是怎樣，不過最後面那幾頁完全是真的。因為做過這件事的人怎樣對劉神父都怎樣對我，但是我很開心，因為耶穌都是這樣被對待過。但是正因為是這樣，所以神父的信德是這樣磨練出來的。所以好事變壞事，壞事變好事，是誤會來的。他寫了個手稿，他給了主教，他都揸個電話俾主教去見主教。呢啲後來印咗出嚟，我神父你做乜鬼要印啊？咁佢先至講，佢話如果主教嘅聲話冇印，咁佢就唔印。點知嗰日主教忘得滯，唔記得咗，即係同神父打咗個招呼，神父你好，咁就行咗。咁神父翻咗嚟就印咗。但是要記得，記得，就是這樣神父磨練，在這個磨練裡面成為天主的仆人，為他來說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掛住，印了出來就是放低他，所以他已經放低了。所以我一聽到說書記探了劉神父，我就會說完成了，一切都平安。況且聽日陳書記跟我講，他會趕去墳場，趕去墳場跟神父講再見。各位，壞事變好事，好事變壞事，靠生活的信德。所以為我這本歌書是生活的信德來的。基督我等，仲有啊，死亡与复活咧，系佢写嘅，一阵就会出。如果冇呢啲人生嘅磨练，呢本书唔会出嚟嘅。所以老实父留俾我哋嘅唔系呢本书，呢本书要过去噶啦，系呢本书。让我哋都同神父一齐时时咁赞颂天主嘅恩赐。至于呢一本咧，的确系劉神父丰富嘅一生，书写啊，唔系我做噶，边啲人做噶？你举高啲只手啦，系你做，系一班年青人做噶。呢本書如果想要的呢，我們有很多在禮委會的網頁那裡下載啊。因為在裡面你看到劉神父怎樣愛天主，他忠於他的聖召，他到最後一刻他都是覺得聖母軍總會的，他說他自己是聖母軍總會的。他因為要服務更多的人，所以他做神父的。
以他在最后那个阶段，在这间圣堂，他坚持是时候离散，他想做离散，所以思想神父让了他每日主礼。所以这本书是他丰富的一生。当我再回想刘神父的时候，我突然记起这句说话，今夕吾躯归故土，继续来吧。当时我就跟啲年轻人讲：你五年后会点啊？系话十年后点啊？最唐旭正话你话几十年后。各位，无论我哋咩年纪都好啦，刘神父调嚟呢间圣堂嘅时候系73岁，又系个误会嚟噶。当时神父真系年纪大而退休，要搵一间圣堂有 lift 噶，所以我哋嘅圣堂。当时佢嚟嘅时候，我同容执事咧系坐喺对面嗰间叫做咩啊？百利街食紧早餐。突然有間車道，我架車道係咪你車佢啊？係咪係你啊？車住佢去到車房，我就遙遠撳個遙控，嗰個閘就起，立即找數改會歡迎劉成功。所以佢講到入咗老人院，都繼續講，佢接受到，即係點講啊？係被接納、被歡迎、被愛。其实就是这样，你看看这个误会，不是误会，是天主安排，今天都是啊。修女问我，接了刘神父的遗体，是不是立即去圣母领墓啊？那我们想怎样啊？他说我想他回来念玫瑰经，我说念玫瑰经这么简单，为什么不开弥撒啊？於是修女話：好啊，好啊，離開啊！咁開咗台嚟神，係我送同阿陳志明神父送劉神父入安院，佢唔願意，但係真係無法子照顧到，所以劉神父今日安排翻我接佢離開安院啊！所以佢今日都快翻嚟，翻嚟先到。所以各位，今夕吾躯归故土，不知几多十年后，我哋同刘神父再见。在灵修学上咧就话，有明老经过之后认识耶稣啦，就有念老，然之后经过念证啦，又合路同耶稣接。我发现刘神父唔系咁。他是明路念路合路念路明路合路念路合路，其实最后他安到院了几年，真是念路了。你放不放得低都要放低，所以安到院的一位关小姐说，趁我们有意识的时候就要放低这个世界了。各位，放低这个世界，放得啦！如果唔系，我哋唔可以无是无非离世亡。继续讲落嚟啊！不忧不惧入天门。所以刘神父，你成日同我哋讲要有生活嘅顺德。琴日嘅福音教我哋，你哋要凭住坚忍保持你哋灵魂嘅德格。神父，请你为我们祈祷，好使我们都有生命的顺德，请你帮我们都可以炼净自己的灵魂，无是无非离世亡，不忧不惧入天门。今日你归故土，我们来日重逢，就愿天主永受赞美，愿天主永受赞美。